这个地方真美啊。哎呀，要是能在这个地方建套房子，跟自己心爱的人住在一起，那该有多好啊。娘，您含辛茹苦地把我们拉扯到，您就走了。我们今后就再也见不到您了。姥姥，娘。不叫个秘密了。哎，你说明玉会不会把咱俩的事情说出去啊？啊，不会的，我跟他说，要是把咱俩的事情说出去，咱俩就没命了。别人他不会说，二少爷可保不准呢。他想跟二少爷好，就一定会跟二少爷说，他和二少爷不是一个父亲生的。到时候二少爷再告诉了二太太。这件事情怎么让他发现了呢？二太太来了。哎呀，二姐呀，当家的在这儿干嘛呢？这空气多好啊，出来透透气呗。是啊是啊，当家的，我有些话想跟你聊聊。哎呀，好啊。要不去，徐先生，我这低声透着悲哀，啊，节哀顺变，节哀顺变啊！哎，人死不能复生，我也不耽误你时间了，我就跟你说几句话。啊，大少爷有什么事情，请讲。来，小福子。啊。徐先生，您这外甥女啊，在我们苏家，我苏明丽和四太太对她都不错，是不是，小福子？知道，知道。徐某感恩。哎，这恩就不用感了，我就想请您帮我点小忙。哦。大少爷有什么吩咐，尽管讲。当家的，喝茶。嗯，来。好。哎呦，二姐呀，你气色可不怎么好啊，得补补身体了。人这一辈子啊，最不能亏待的就是自己，别舍不得吃舍不得花的，留那么多的钱，这死了给谁花呀？哎呦，瞧当家的这话说的，我哪有你说的有那么多钱呀？我还不是跟大伙儿一样，都领的那些月规钱，花完了就没了。要补身子，我也想得有钱补啊。二姐，你看你，我又没跟你借钱。你要跟我借，那我也得有啊。二姐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。就是和你聊聊家里的事儿呗。家里的事儿？家里什么事儿啊？难道你没发现这大少爷和四妹恨着我呢？恨你？为什么恨你啊？还不是为了你。为了我？我可是啊，为了你，我把他们两个都得罪了。这话怎么讲啊？哎，是这样啊，其实也没什么，能不能告诉我二太太在你们永康钱庄是不是有印子钱？有多少钱？大少爷，您说的是这件事儿啊？啊！大少爷，这可为难我了。我一个做账房的，哪里会知道啊？这赵老板知道啊？不说实话是吧？您看啊，正是因为您是账房先生，赵老板的钱不都得到您这账上吗？大少爷，您还别不信，
二太太真的没有钱在永康钱庄，这账上看不出来啊。你别管我信不信啊，你这样做我就信了。你把永康钱庄的账本拿出来给我看一眼，我就信了，行不行？看账啊？那怎么可以啊？大少爷，这钱庄的账除了老板，任何人不能看呐。明白明白。我要是拿给您看了，我这我行不行？哎呀，大少爷，您别误会，这不是钱的事儿。钱什么事儿啊？大少爷，大少爷，行不行？不，这钱我绝对不能收啊！大少爷，钱不能收，不能要啊！真的，不能要，真的不能要啊！真的不给我苏明丽面子是吧？大少爷，严重了，您的面子我哪敢不给呀？可是我去呀！哎呀，救救！救救！救救！娘们，都让开！我钱脏是吧？我钱脏！别打了！大少爷，我求你了！我钱脏！我去！救救！这别打了！太穷了，也不能花那么大钱。大少爷，大哥，我钱脏是吧？啊！你真不知道，这还不是为了我当初推举你当当家人的事儿吗？大少爷恨着我，心里记着呢，现在窝火得很，看我什么都不顺眼。这我倒没看出来，这大少爷啊，现在是鸡蛋里挑骨头，跟我对着干。这不来了，前天呢，他被人打昏了。前天被人打昏了？啊，前天啊，我跟小玉和刘管家去园子里听戏，回来路上，路过竹林子边啊，听到有人喊救命。谁喊的呀？不知道啊，我们就过去看看。一看，这就是咱们苏家大少爷躺在那儿不省人事。我这也是好心，就让刘管家把他给背回来了。你猜怎么着？他醒过来，却赖上我说是刘管家把他给打了。哎，还说我拿了他什么布包啊？布包？什么布包啊？说是藏着什么苏家的秘密。藏着苏家的秘密？这苏家能有什么秘密呀？不知道啊，我就跟他说我没拿，他是死活不相信。好了，现在啊，他信誓旦旦的说要和我作对，这还不是因为我当初没有推举他做当家人惹的事儿吗？我怎么觉着这句话跟那句话好像没什么关系吧？哟，听三妹妹这句话，难道我当初推举你做当家人的事儿你一点都不知道？哼，这话我可没说呀。当家的三妹妹呀，你知不知情，领不领我这个情，那是你的事儿。反正大少爷现在是恨我了，他跟四妹两个人可是一个鼻孔出气的。你是当家人，得替我主持公道啊。这公道嘛，自然是要主持的。可二姐，你又没做什么事儿，你怕他们干什么呀？我有什么事儿？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就是啊，你既然没什么事儿，那你就不用怕他们呀。你没做过违反家规的事儿，那谁陷害你都是没有用的。有句话叫矫正不怕邪歪，这个理儿你都不懂吗？乔当家的这话说的，我也不是尿炕的孩子了。反正我该说的都说了，能不能主持公道就看你这当家的了。我看这个苏家要是乱了套，对谁都没有好处。在这个苏家大院，谁没有点见不得人的事儿啊？只是让谁摊上了都不好受。二姐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呀，我们当家的是何等聪明呢，这话都听不懂，那我也没办法。告辞。这给脸不要脸的三狐狸，一点面子都不给我，气死我了。哎呀，二太太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怎么生这么大的气啊？那个三狐狸还蹬鼻子上脸了，说什么矫正不怕鞋子歪，还说什么只要你没违反家规，谁陷害你都没有用。你说他说这话什么意思？好像我做贼心虚似的。我现在求他做主了吗？他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别说苏明丽奈何不了我，就算他把事情做到我跟前来，我也用不着他这个三狐狸为我撑腰。你帮他做上了当家人，我原本以为他会感谢你，将来大少爷找麻烦也好有个照应，没想到他这么不阴不阳。
不过呢，您也不用生气，只要赵老板那边靠得住，谁想找你麻烦都没用，他们没证据。那是，要是以后有人问我，永康钱庄有你的股份吗？哼，我还偏不说没有呢，我就偏说有。有本事你就查去呗，查到了就算你有本事，要是查不到呢，就别怪我没跟你说实话，我就气死你。对喽，不是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吗？别人生气你不气，气坏了身子那是自己的。来来来，别生气了，让他们生气去，咱不生气不气啊。这永康钱庄的账本他们应该拿不到吧？哎呦，他想什么呢？就是那王母娘娘的睡袄叫人拿去了，永康钱庄的账本也万无一失，您就放心吧。嗯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哎呀，你惹他干什么？我就是不想让他痛快了，让他们去掐吧，他们越是掐得厉害，我这个当家人的位置就坐得越稳当。他还想威胁我，我怕的是万一咱们的事情要是漏了怎么办呢？好了好了，怕怕怕有什么好怕的。宽姐，在这世上有许多事情，你越是怕他，他就越找上门来，你要是不怕他，他反而就没事了。让他们掐吧，掐到最后所有的把柄都在我的手上，让他们在家法面前浑身发抖，到那个时候害怕的就不是我们了。要是能这样就最好了。他们凭什么这么打人啊？快擦一下，拿着。他们苏家的人从来不把下人当人看，他们太可恶了。吴姨太，这有钱人就是天，就是阎王呀，您可别跟着生气了。小夫子他跟着您那是他的福气，江母过世，您施舍了十个姻缘帮助办了丧事，我许某感恩，今天特来道谢。小夫子快替舅舅叩谢吴姨太。谢吴姨太。不要跪了，小夫子起来，你也不要多礼，请坐。谢谢。许先生，有一件事情我想请教一下。吴姨太，您请讲。为什么大少爷一定要看永康钱庄的账本呢？吴姨太，这里说话方便吧？你放心，都是自己人。吴姨太，您不知道，四年前苏家二太太和永康钱庄的赵老板就开始合伙放印子钱，现在还有20000多存在永康钱庄的账上。大太太活着的时候就派刘福禄查过此事，现在大少爷也在查这件事情，可要是查清楚这件事，那就得查看永康钱庄的账本，这账房的钥匙就放在我身上，可是我怎么能轻易地把永康钱庄的账本拿给他们看呀？许先生，大少爷把您打成这样，难道您心里就能咽下这口气吗？吴姨太，我一个草芥之人就是咽不下这口气，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办法总是有的。看你笨手笨脚的，还是我来吧。哎，二哥，你怎么比我还笨呢？哎，我来吧。哎，不好意思。哎，好了，别玩了。二哥，
刚才隔壁的婆婆跟我说，你家先生的笛子吹得真好听，她还说我们是天生一对金童玉女。那是雅秋的舅妈，老人家什么都不懂，把咱俩当夫妻了。那我们就当夫妻吧。瞎说。我哪里瞎说了？二哥，你看，我们把这里租下来，清清静静的过日子。每天你去教书，我在家里给你做饭，生两个孩子，男孩长得像你，女孩长得像我。你又来了，咱俩是兄妹，以后这种话不要再说了，好不好？老爷是你亲爹，又不是我亲爹，我没有血缘关系。那我问你，你亲爹是谁？那你说你爱我，我就告诉你。好，你不想说就算了，我不想听你瞎编。哎，二哥，二哥，二哥，我真的没有瞎编。那你告诉我，你爹是谁？我告诉你，说呀。明玉，这件事千万不要说出去。要是说出去，别人知道了，要跟你爹就都没命了。明玉，怎么了？你爹是谁啊？老爷真的不是我亲爹。可如果不是老爷的话，那谁是你爹？二哥，谁是我亲爹？我真的说不出口。好了好了，如果你不想说的话，那就不要再说了。也许过得清贫些，但肯定是开心愉快的。这里充满了腐朽之气，任何人在这里待久了，他都会腐朽，都要溃烂的。进来。老板，我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。你娘的丧事办的怎？哎，徐丈夫，怎么回事？脸上？老板，我让人给打了。什么？让人给打了，下手这么狠，谁打的？说呀。哦，一定是苏明丽那小子干的吧？是。凭什么打你啊？他为什么打你啊？我知道了，是想看咱们账本。是，我说这个账本不能随便给人看的，他就打我。那你没提我吗？我提了，我说你打我，你也看看赵老板的面子。他怎么说？他说，
说，赵师说。他说：“告诉你，你不听姓赵的，我还少打几下。你提赵老板，我非扒你皮不可。”他原话是这么说的。这小子还真会说话啊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先下去休息吧，好好养伤。那个账房一定要看住啊，千万别出差错。嗯，哦，好，去吧。哎，还在那生气呢？你生什么气啊？你都把人打成那样了，你还在生气啊？那挨打的人还活不活了？说这话什么意思？说我是坏人是吧？我没说你是坏人啊，你是好人。你要不是好人的话，你怎么会替我还那4000银元呢？哼，说到这4000银元啊，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替你还这4000银元给六爷吗？为什么啊？我跟你说，女娲可以补天，但是女娲补不了你的脑子，你缺呀。你才缺呢。那行，你说为什么替你还钱？我跟你说啊，替你还钱我有两个目的。第一个目的就是看看六爷能给我多大的面子。第二个目的，你不是以前瞧不起我吗？我就让你老四看看苏明丽在这个市面上是不是一个男人。这两个目的我都达到了，六爷他给了我一个很大的面子。至于你，我也看出来了，你很后悔。我是挺后悔的，我后悔我当初没有认准人，不过我们俩现在那也不晚啊。晚了？为什么？我看上紫桃了。喂，你要是跟他在一起的话，他会要了你的命的。他要我的命我就给他，我乐意。这男人可真贱啊，这爱他的女人吧他不爱，这不爱他的女人吧他疯了一样的想着别人。你就等着倒霉吧你。我倒霉？我乐意啊。谁啊？进来。谁呀？谁呀？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慢慢说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刚拢完账，拢账的时候有人敲门，我一开门就把我打晕了。啊！坏了！好啊，你这小子也太胆大妄为了，你不掂量自己的分量跟我斗，哼！三太太，三太太，三太太，我跟你说啊，镇上出了件奇事。什么事儿啊？我跟厨子老五上街去买鱼，听镇上的人说，永康钱庄昨天晚上进去盗贼了。这个盗贼不偷金，不偷银，偏偏偷了永康钱庄的那个账本，你说奇不奇怪？永康钱庄的账本丢了，这没什么奇怪的。
你说这个事儿不奇怪吗？二太太来找过我，说大少爷赖他拿了一个什么布包，看来这个布包倒是挺关键的。二太太到底拿没拿，这谁也说不清楚。可大少爷说他拿了，你说到底在谁手上呢？那这个账本会不会是大少爷？那还能有谁呀？这下子二太太和大少爷可是结下仇恨了。让他们掐吧，他们越是掐得厉害，我当家人的位置就越坐得稳当。倒是这个周永亮，我一直在想那天晚上他到底来干什么，这布包跟他有什么关系，那布包里到底装的是什么。哎呀，我原以为周家的人都死光了，可没想到突然钻出个周永亮。这个周永亮可真是我的心腹大患呢。赵老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是这样，昨晚上啊，账房许先生正在拢账，大概夜里10点多钟吧，突然闯进两个人，把老许给捆了，抢走了账本。别的没丢？没丢，啥都没丢。那就是冲账本来的了。那是一定的。大少爷，除了他还会有谁呀？那可就麻烦了。现在账本一丢，那这事情要是传出去了，可是要我的命的呀。赵老板，看在咱们多年合作的份上，关系又不错，你一定要替我想想办法。你这么相信我永康钱庄，我永康钱庄也绝不会让你吃亏的。苏明丽这小子也真是狗胆包天，我一再让他，嘿，他却咬住我不放。呵呵，看来他是非得把我惹恼了不可。我一听你这事儿啊，我胆都要吓破了，怪不得大少爷最近一直找我茬，找我毛病。可是我想都没有想过他会从这方面下手，他心肠怎么就这么狠呢？他要置我于死地呀！二太太，您不用害怕，这老算计别人的人呢，我看他自己就要灾祸上身了，他快要倒霉了。三太太，五姨太来了。您找我啊？紫桃，来坐。宽姐，你先下去。紫桃，最近日子过得怎么样啊？还能过得怎么样？您过得怎么样，我们就过得怎么样，都差不多。这日子嘛，表面上都是一样的，可那里头就大不一样了。能有什么不一样啊？这日子表面上都是一样的，吃饭穿衣干活睡觉，男欢女爱，一天天的都是这么过来的。可有钱人的日子跟没钱人的日子能一样吗？这有本事的人跟没本事的人的日子能一样吗？这心里有事儿的人跟心里没事儿的人的日子又能一样吗？我明白了，您是说我心里压着事儿呢。可这世上有几个人心里不压事儿呢？哎，裁缝，你看那个特大的鱼。哎，你说怪了，我喂的食都让他给抢走了。这鱼呀，跟人一样，有强的有弱的，那强的呀自然就多吃，弱的呀就饿肚皮了呗。这同样都是鱼，怎么就有强就有弱呢？这就说不好了，人不也一样吗？为什么有霸道的有礼让的？霸道的人谁都不喜欢，可是霸道的人却总是占便宜。礼让的人呢谁都喜欢，可是礼让的人却总是吃亏。那你说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这倒是真的。
这世上心里没压着事儿的人还真是没有。可事情有大有小，有轻有重。小孩子被娘骂了，心里还沉甸甸的呢。可转眼啊，也就过去了。但心里要是图谋一件大事情，那就不一样了。这心里啊，总是沉甸甸的，日子啊，过得就没那么清闲了。您说的真是太对了。要是心里图谋着一件大事儿，这日子是没法清闲的过。你想啊，你想要的东西别人也想要，你得提防着别人，别人也得提防着你呀。到后来，这东西万一拿不到，你还得想方设法的去陷害别人，别人呢也得想方设法的来陷害你。到后来呀，这日子过得就觉得累得慌。子桐，你可真是个直率的人，说的都是实话。那也不能全说实话呀，这人嘛，总得有自己的一点小秘密，能瞒就瞒，瞒不住的索性就实话实说，要是瞒不住还要去瞒，那就是傻子了。可你事事都瞒得住。我哪有那么大本事啊，事事都瞒得住那不是人，那是神仙。哎呀，四妹呀、啊、在喂鱼呢。二太太。哎哟，这鱼可真欢实啊。哎，彩凤，去给我们沏点茶来。哦，是。四妹现在神气了，捡到金元宝了就不爱搭理我了。我哪敢神气呀、啊、二姐姐是有钱人，我可攀不起的。哎呀，瞧四妹妹这话说的，你二姐我哪有钱呢。你二姐我现在呀，连银元长什么样啊，什么味道，哎呀，我都几乎不记得了。哎呦，好了好了，还长什么样你都不记得了，你哭什么穷啊，我又不跟你借钱。瞧你这话说的，是不是冲着我来了，生我的气了？我可不敢生气。难不成是前几天为了大少爷的事情我跟你翻脸了，你不高兴了？那是你们的事儿，不关我的事儿。那你怎么这样跟我说话呢？那二姐姐，你要我什么态度和你说话呢？周永亮的事情你就没告诉我？周永亮？哪个周永亮啊？你忘了？子桐，这就有点虚了吧。你救过他的命，你能忘了？嗯，你说的是二少爷的那个学生，那个周永亮啊？好了好了，既然你这样和我说话，我也就不拐弯抹角的直说了。是，永康钱庄的账本丢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永康钱庄的账本丢了，那谁偷的？谁偷的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呀、啊？你问谁呀、啊？阴阳怪气的。我什么阴阳怪气的？怎么，心虚了吧？你心虚了吧？谁心虚呀、啊？为什么心虚？你自己知道。你的意思是账本是我偷的？你偷的？哎呦，别怪我说话你不爱听啊，你偷的，给你十个豹子胆你也不敢。哎嘿嘿嘿，我不敢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的意思是说大少爷偷的？我可没说，是你说的。谁偷的我可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永康钱庄的赵老板可不是好惹的，要是四妹放聪明点就知道该怎么办，就能让大少爷少吃点亏。你要是装糊涂装到底，那大少爷就要倒大霉了。哼！哎哎，切切！永康钱庄的账本丢了，关大少爷什么屁事儿？我听说二少爷和大小姐的信是你送的。是我。我还听说周永亮有个布包，这个布包里包着苏家的秘密。这布包现在在什么地方啊？我不知道啊。大少爷怪二太太拿了，可我觉得二太太没拿。您怎么就知道不在二太太手里啊？二太太找过我，让我替她主持公道，说她没见过什么布包，这话我信。以二太太的为人，她要是得到这个布包，是断不会张扬的。除非这个布包
对他没有什么用。所以我想啊，这个布包现在在你的手上。我都跟您说了，如果瞒不住的事情，我不会费心去瞒的。周有亮的布包我确实见过，他曾托我帮他保管，可后来我又还给他了。那天下午，我让他在屋子里等我，我去找二少爷。等我回来的时候，他人已经不见了。到后来，我们发现他和大少爷在竹林里面。是谁把他们俩弄成那样？周永亮的布包又去了什么地方？我确实不知道啊。这个布包，你真的没有打开看过？没有啊。我信你吧。看来这个布包还没有离开苏家大院。子桃，我们有过协议，我们要继续合作的。我希望你得到这个布包一定要告诉我，我要是得到这个布包，我也一定会告诉你的。你看怎么样啊？好啊。可是那个布包里究竟藏着苏家的什么秘密啊？也许就是那笔秘密的财富吧。放下，下下吧。敢动我苏家大少爷，以后就没机会笑话，有你们后悔啊！你凭什么穿我衣服啊你？说你呢，对，就你，睁不开眼那个，过来。你谁呀？我是你爹。我爹死了，这么说你就不是人了。嘿，我今儿个倒要看看，是你的嘴硬，还是我这棍子硬？你小子敢！这什么汤啊，这么淡，一点味道都没有，海参也不放。老五，哎，各位姨太太，这伙食钱日渐减少，买不起海参了。老五，你先下去。哎，是。好了好了，我不喝了，带走。哎呀，这穷人长了富贵肚子，想吃海参，要不要吃凤凰肉啊？哟，二姐姐，我可没跟你说话呀。我也没跟你说话，那你干嘛接我话？我哪有接你的话？那我说海参，你干嘛也说海参啊？只能你说海参，我不能说海参。对，只能我说，你不准说。好了好了，别吵了，当着下人的面也不怕被笑话。三太太，三太太，不好了不好了，出什么事了？大少爷他被人劫走了。被什么人劫走的？不知道啊，有人看到大少爷刚从赌场出去，就被几个拿着枪的人劫走了。我们找了半天也没能找到大少爷啊。劫到什么地方去了？不知道。好了，你先下去吧。哎，那我先走了。刘福禄，你去警察局找一下严探长，就说大少爷被人劫了，让他帮忙找找。这大少爷到底是被谁劫走的？老子问你，这永康钱庄的账本到底是不是你偷的？啊，四弟，别弄脏我的衣服啊！还我衣服啊！呀！哎呦！大少爷被人劫了，吴姨太，大少爷到底还是出事了？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他当初打许先生的时候，就应该想到，他已经结下了一个仇。